这个是，你是一代目。对，我是一代目。我是第十三代目。我今天刚刚在物流是二十三代目。二十三代目。二十三代目。对，我们相隔的十年的感觉。对。然后退休了。以火影来说，你应该是创造那个建立木叶村的。接下来会变绘图转生，绘图转生，我们都是绘图转生出来的。好，很高兴来到海记哦，哇，隔了好几年，几年？你几年回来演？上一次吗？对，上一次。17吗？17吗？我也忘了，我忘了，我也忘了，我忘了也是16，那附近嘛？对对对，好，因为后来就疫情。对，有吗？有，疫情的停办啊。对，对啊。我疫情的时候在冷冻库，在冷冻库冰着，在等人家绘图转身。OK 啦，有被叫出来。有。OK， 好，那个，我觉得那个比海记是一个很有趣的过程啊，就是我刚刚在后台看到他们很紧张，我当年就是也是那么紧张，然后我们当年都没有很紧张。我们当年一起比赛都是老人，每个人都老到靠背，勾拉库、陈其珍，还有谁？旺福，还有谁？夹子 ，B 三 ，Jackie 啊，后来的那个小任他们，对，就是化学猴子，对，都是一群老人，我们是最年轻的那时候。OK 啦，不是我现在很怀疑，刚讲他们有听过，除了陈启真，陈启真听过吧？听过啊，陈启真听过啊。对啊，手下败将。而且我们这一届哦，好像没有混得比我们好的，倒是真的，没有，大家都好朋友了。好了，那哦，你们今天还留着哎，因为其实主办。摇滚乐是给走不掉的人的。哦，是的、啊，哦，主办怕大家太晚回去、哦，我们来唱歌好了，啊、哦，好，下一首歌《桑塔纳》。Thank you.